谁能想到呢？第一批回家过年的人已经到位了，出去的和没出去的都沉默了，钱都让你们挣完了吗？这么早你们就回家过年了？零零后说都不干了是吧？我也不想干了，回家躺起。九五后说你们零零后都不干了，凭什么让九五后干？我也想回家过年呢。九零后说都不想上班回家了是吧？我直接干到大年三十，我卷死你们。八零后说挣到钱的都回家了是吧？我还没挣到钱，我还是慢慢回吧。七零后的，哎呀，别人家提前回家，你是提前回家了吧？咱们就说第一批回家过年的人，这年终奖你们是不要了吗？谁能想到还有两个月就是2024年了，我又要跨年了，又要看春晚过年了。感觉我刚看完春晚，我刚刚把2023年说顺了嘴了，又要改口到2024年了。2024好有未来感的数字，你敢相信《夏洛特烦恼》居然已经是10年前的电影？电影《长津湖》都是3-4年前的电影了。2020、2021、2022我都没啥印象，不是。这日子都谁在过呢？挺好的，我又混了一年。灵魂拷问，大半年过去了，各位的钱都存了不少了吧？对象都找到了吧？